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恐怖游戏。等一下，我们会遇到传说中的怪物。这是一个露天停车场嘛？那现在作为主角的我们呢，得开车走人。呀，什么？我被传送了？不是吧？这什么地方呢？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还有枪啊！有枪的话，相对来说感觉就安全很多了。啊，这音乐可以吗？这是白色的石头。哦，这枪无限子弹的。哦，前面有个怪物。啊，这款游戏呢，跟我以前玩的一款楼梯追逐的恐怖游戏呢，是同一个作者。啊啊，这个这也太弱了。哎，挺多的嘛。哎，我还想不射他呢，不行不射他不行。我刚刚打在他哪里了？打到头吗？能打到头吗？嘿嘿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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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些家伙怎么那么耐砍呢？我得怎么逃出去这个地方呢？哎，怎么这么多啊这里？呀，哦，太多了吧？这只还是红色的，哎，他们走路怎么变快了？啊，我可以上来这上面，哎哎，打不到我，哎，有一只红色的，啊，哎哎，我跑跑，哎，不是吧？开玩笑的吧？我居然被咬死了，让你们过来，哎，我在这站在这上面就好了，他会直接走这边过来哟，我得往外撤，哦，好多，啊，这里太多了吧？哦哦，打不完吗？好的，全杀了，两只红色的。啊，这里就出口了吧？哎，还有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不科学，你躲在这里啊？躲在这种位置？等一下啊，我得走慢点，等一下蹦出来呢。哎，应该是这里的，这里应该是出口了。哎，我直接逃出来了。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怎么会被传送到异世界了？先不管了，快点开车走人啊！哎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走到车，按了左键，丢了我一把霰弹枪。哇，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怪物，张牙舞爪的啊！这体型也太肥胖了吧！来来来，快跑啊！溜溜溜溜溜溜，还好他的速度不是很快。打他手，打他手，哎，打他手好像打不到。打他身，咦，不对吧？这家伙速度挺快的、啊，什么玩意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，好肥啊，好恶心。哦，哎，他好像打不着啊。啊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哎，打到了。我还以为他打不着我呢，打你小脚脚，打你小脚脚，打你的手，打你的手，哎，手真的打不到，怎么那么耐扛啊？这家伙，怎么那么耐扛啊？这只怪物，怎么你还不死啊？你不死我死了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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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不到，第二次打不到，哈哈，拿我怎样？哎，打不到，真的打不到了，给我跪下，你这个臭女人。哈哈，这是要死了吧？他被我打死了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playing， 谢谢你的游玩。结束了，这游戏也太快了吧！啊，那个怪物的话，这游戏是一个很简短的独立单机游戏啊。那个怪物的话还是挺耐扛的，我打了好多枪才把他打死。那么有兴趣的小伙伴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游戏啊，是一款很简单的恐怖小游戏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多多赞啊，谢谢大家啦，拜拜 ，see you。